是你第一眼看到就觉得是大美女的，就是珍珍吗？对。你当时跟别人结婚，心里还是想好说，我最后还是要回去娶珍珍吗？我结婚的那个人是给我跟珍珍传信的人，所以他促成你跟珍珍？不是，他破坏了，我就跟他结了。不是他破坏，是你自己守不住啊。一个心灵上的东西。请问你在哭什么？想说他很爱他太太。你婚姻又怎么了吗？你因为现在就很容易收到这种，你知道很真心的感觉，很感动哈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情绪起伏很大？母亲把珍珍娶到了以后，你就决定说你再也不会在婚姻上面有变动。婚姻不会有变动啊，可是外遇不断。这通常做戏好奇吗？好奇。克制一下，你刚才眼泪是看到了，给我剪掉那个眼泪。